toi le sort. Et dire à Dieu. Et mieux经过公开的审讯。我的人生最美好的部分就这样被夺走。如果真的要回来，你早就该回来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太迟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不能离开这里，这是我的家。